3、2、1，哇！好，来，大家一起，3、2、1，耶！有打到耳朵吗？没有，厉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杨师傅？你看，杨师傅，你这招是不是叫做增效？哎，对对对，呵，没有没有。你睡也记不记？正式来，正式来。刚刚是我。对，刚刚在哪？我在听。走。哇哇哇哇哇！好像一个小精灵在那边飞耶！哇，腰力好好。好厉害呀！哦。哦。掌声在哪里？哇！尖叫声，雪花片片，厉害哟！哎，主持人们好，各位台南乡亲们，大家好。总是有一个启蒙，我的公爹那他那开戏溜溜球。他这样，我念一族国小，然后再看到我同学哥哥在玩溜溜球，他就在我前面做一个哼，地球自转，然后就喜欢到现在了。哦，我就这样转半天了。听说你可以把它当成你狗来遛狗。这颗溜溜球不太好遛啊。对，但我就破例哦，可以来带狗散步。哦，还有掌声。厉害！这个不干，那平常时候该伊在困吼，该伊在起起了呢，才会有默契呀。对，真的。这每天要练多久？每天哦，我比赛前差不多每天8到9个小时。哇，对，比赛久。连上厕所的时候也在练呢。啊，我有招式是在睡觉的时候梦到的。真的吗？对。就是我梦中求，因为以前网络上没有那么多教学影片，是啊，然后解析度又很差，然后就看不懂，然后我就每天想啊，这个怎么做怎么做，然后有一天哎困中倒的时尊，哇，我就梦到那个招式的慢动作，醒来我就会了，是哪一招？哎，都几招，就这个，1、2、3，上线，哇，这个可以慢动作，回家慢慢看啦，哦，我懂啊，你有那个金氏世界纪录，那是。表演什么呀？哦，当时是用溜溜球抽桌筋。哦，我这边有准备。今天你大概有机会，我看这个真厉害功夫哦。溜溜球可以抽桌筋哦。对对，等等，是不是溜溜球打太久人抽筋？抽都很难了，你要用啊。但是现在比较麻烦是有风，有风。然后通常都是拿这种很传统的哦，一般的蛋形溜溜球，蛋形溜溜球来。很快哦，大概1秒钟的时间。很快哦，就 OK 哦，那就可以了，快不哦？3、2、1，哇！哎呦，哇塞，好厉害哦，真好厉害哦！刚刚那个是就是瞬间的速度，接下来是精准度，是，对，精准度。待会呢，我想要请就是一个有胆量的人，来跟我互动啊。这个人呢，可以拿走10块钱奖金，10块钱。那要不要冒着生命的危险？10块啊，好像没有很诱人啊。那5倍，50块，50块好不好？那是谁？等这个男生来吗？总不可能让女生吧？对 ，OK。但我也很怕啊。我需要你的左耳。耳朵？对，需要你的左耳。来来来，很刺激哦。加，好紧张。左耳。然后面对我，面对我，面对我。耳。对，然后这五十块。就放在耳朵上面。我的耳朵很重要，我必须要听音乐我才能唱歌。对啊，他就在抖。哎，不要这样，你可以赚50呢。赚50。你这样把他真的很差哎。他都知道要干嘛呢？待会呢，就是用溜溜球打掉耳朵上的硬币。哦。不要怕。啊，就可以。眼睛闭起来。用溜溜球，一下子就好了。耳朵上的硬币。那有风有差吗？有风应该是还好。有风还好。就蛋呢？宝沙波比啊！还有波比，麦叮当哈。好。不要抖，闭上眼睛会比较安心一点点。好，来，大家一起，3、2、1，耶！
打到耳朵吗？没有，厉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杨师傅，你看，杨师傅，你猜到是不是叫做增效？哎，对，我觉得好像他越离我越来越近的感觉。对啊，刚刚是有一瞬间离你很近啊。对啊，我们没有了，卖太公分钱了，这样不行哦。确认，在黑的我在扣脸，五十块了。在他脚底下。好了，来，另外一招了，有勇气了嘛？给我，呵。卖阿妹了，你睡也记不记？正式来。啊，刚刚是我。对，刚刚在哪？我叫姜，厉害，当线专业的，他厉害啦，对，厉害，只是偶尔会失误而已。我要说，你的耳朵很适合做这个哦。阿翔老师，能够修炼起来。好了，然后，那我们就不喊三二一喽，好可怕。三二一，哇！是跑了好几次，让你感觉一下有风的感觉，好可怕！那个风在我旁边在咻咻咻，好可怕哦！哇！哎，今天黑白看到50块，自己也惊楼梯，惊走的，伊嘛我来，来，非常的成功，阿过来，哎，好厉害！恭喜你获得50块，获得50块，哎，谢谢，谢谢杨元庆先生，谢谢，非常谢谢你，非常谢谢你，希望你再接再厉，为国争光。